夫妻吵架互不相让，竟想不开自我伤害。卧房地板是不是垫高了？对，又加上这个床垫得很高，让住在这里面的人呢，每一个人的气焰都非常高，以自我为中心。小孩的教育问题、经济上观念的问题，很多事就是经常会吵。六七年前吧，我们有一次大吵，我自己就想不开，就割腕。